last minute like translating our okay. Kana Dama. You can see it? Okay. Okay. You can't see it? No. Yeah. Okay, woman. Okay, 大家好. We'll just start. It's fine. Okay. 我是K. 我有三个人在这边, Morgan and Thomas. 我们今天开始新的 project, 叫 Accessibility Squad, 可以换, 那个名字。 Okay, 所以, 要是你的, 你是新的工程师, 还是不是工程师的人, 就是对你很好的 project, 台湾的网站, 台湾网站的, 无障碍,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 accessibility 无障碍, 很不错, 但是有一些很容易处理的问题, 我可以自己处理, 但是我没有, 使用权, don't have access. So, 比如说, I want to give an example. It looks like our screen share is not working, though, so, no example, sorry. 这些问题, 让那个, 网站很麻烦用。 Okay. 要是如果我, 认识有些人在那个医院, 我可以, 告诉他们, 我可以帮你处理, 不用付钱, 但是我不认识, 我都谁都不认识。 所以这个project有三个点, 三个点, 找, 列出, 无障碍的问题, 用, 那个, 列表, 找有使用权的人, finally, 处理那些问题, 所以, like, 我们找, 哪样的网站, for example, like 政府, or 医院, or NGO, like non-profit 的网站, 那一些人可以帮我们, 大家, 因为, like 都人可以 like 帮我们找 like accessibility 的问题的网站, and although like 别人都 so although like 我们英文说的人 要怕的话，我们可以用中文讨论。 好，谢谢你们。 OK。 谢谢 Caleb 的分享，我其实也有看到 Caleb 之前就分享的这个共鸣，所以稍微把它提，跟大家归纳一下刚才提到的说，如果你知道哪一个政府网站或公益组织的网站它的无障碍网站无障碍，很有问题，或者你看到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跟 Caleb 分享，然后就是说我们提出了某一个单位的网站有问题之后。 如果你是知道这个网站的营运单位的可以联系的窗口，例如说政府这个卫生局，我们就是要找他的什么什么资讯室。你有如果这一种经验或知识的话，你也可以来参与这个专案，因为 Caleb 就会想要奉献他的时间协助这个资讯室呢，去一起来讨论网站无障碍要怎样逐步的来改善。所以大概就是这几个角色，如果您对网站无障碍的使用。 有想要一起来贡献的话，就来找 Caleb。那他的今天在 Gather Town 的房间号码会是三的房间。那下一个端，我们请进。